正好把那边看的，你刷的当时就那什么油，刷双倒油，你刷的像豆蓉那玩意儿似的，要不然踹烤完老干巴了。要不然这样式的呗，有没油就行了，那可以了吧？不是，整点就油出来，给它融开呗。食用油，我买了食用油啊，这啥呀嘛？倒出点油在那刷。这是羊肉啊，这个不是牛肉啊，牛肉跟羊肉啊，那一会儿再说吧。那我们自己，混蛋们。